4月5日，功夫巨星王羽去世，享年80岁。成龙上海两人合影悼念前辈。清明节惊闻王羽兄离开，又一位武侠大师走了。您对拳脚功夫的贡献和对后辈的提携，一定会被这个行业铭记，您的作品也会长久地留在影迷心中。我们怀念您一路走好。曾与王羽合作过陈可辛执导电影武侠的演员汤唯也表示，我很幸运和王羽老师合作拍摄了电影武侠。王羽老师风趣幽默，性格非常好，敬业至极。他那副特别享受拍戏现场的样子至今让我记忆犹新。汤唯感叹，这是我记忆中的王羽老师，很特别的，很难忘，很怀念他。导演李安也通过助理表示悼念，不幸听闻他离我们而去，对许多像我们这样的影迷来说，他代表着某一个年代的氛围，怀念他的电影，他的大侠气魄。此外，赵文卓、陈法荣、赵传、李立特导演等也发文悼念。